我是桃园高中郑凯伦，我是桃园高中王凯毅，我是桃园高中林嘉元，我是桃园高中二年级朱明翰。第一次拿前六届的金牌，很开心，就很高兴可以再破一次我们自己最快的纪录。最后一年很开心，可以再穿这件战服跟大家一起比赛，可以拿到金牌，很开心，大家都很团结啊，就这面金牌是属于大家的。很好，非常亢奋，对，觉得调整的不是很好，可是还是谢谢队友为我抢下一块金牌。就是站上场的时候，听到那个队友的加油声跟唱歌的时候，就相信自己跟相信队友，然后就全力以赴。队友的加油声让我很亢奋，可以完成第三棒。最感谢的就是大家同学还有上面的老师，就桃高的曾孝曾老师。三年来最感谢的就是老师、家人还有二一二的室友们。